一年一度的周年庆档期陆续开跑，新北市百货加入战场，总经理徐雪芳也来到现场助阵，充满气势的开场表演及响亮口号，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。业绩超标最无敌，开档首日买气最热络，一早就吸引不少人潮在大门外排队等着抢好康，准备尽管抢购锁定目标的特价商品。保养品自己买，还有家人买这样子。大概几点来的？应该九点半吧。由气势磅礴的一队演出，精彩热舞及充满仪式感的万圣节变装游行迎接来宾入馆，宣布周年庆活动正式开跑。全新精品店型及运动休闲品牌楼层也是今年亮点之一，抓住消费者喜好，超值活动加码创新高，搭配银行联手优惠，全力抢攻百货周年庆商机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